ground shake.全部重买啊，二棍，这个就直接改到满了，对不对？反制系统，它这个雷达干扰片可以阻挡来袭的飞弹，闪光弹也是吧？哦，使来袭的飞弹转向，容量20个，哦，这个干扰片10个而已。那这个黑色烟雾就会一直开着，或然后你可以把它关掉。哦，它就是可以制造烟雾啊，烟雾痕迹，甩掉追踪的飞行载具。我们选这个闪光弹好了，引擎改到满，操控改到满。涂装的话，我个人是后面那台飞机好像是用，我看一下，我原本那台飞机是用黄金小子啊，那我给它换个颜色，红色，红魔鬼好不好？喷漆的部分我看一下这个颜色。红黑其实也不错，啊，这个好。副色调的部分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座舱的，这座舱的颜色换成呢，哦，红黑色如果配黄色怎么样？哎。其实红色也可以啊，那就红色吧。它的武器有炸弹啊，炸弹是什么？高爆、燃烧、瓦斯、急速，可以释放多个爆弹的空投炸弹，哦，一次可以丢很多颗啊。然后携带量50个，我先买这个急速的。那主要武器有这个机关枪的，然后爆裂炮，嚯，哦，我们来试飞一下，好。这个次要武器有追踪飞弹，哇 ！OK， 然后没了，改装完了，我们来这个离开一下这个机库啊，看一下。OK， 我现在在这个是算私人好友战局啊，不会有小屁孩或者是其他人来乱，那我们就先试飞一下。对，我发现他还是需要。长长的跑道没有 ，OK， 我先绕一下，绕一下，因为它现在是晚上的关系啊。行，好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，准备起飞一下。OK， 十字的，我先收轮子啊，不好意思，十字右键可以把它发射这个闪光弹 ，OK， 然后按住右键可以开这个空投炸弹，就在这下方出现。OK， 然后你切换摄影机，可以从上往下看。那因为现在在海上面，所以看不太到东西。我先转回地面了，没有？那现在是晚上，很暗。OK， 我先转回来哦。发射，一次一颗啊。哦，连续按住的话，一次5颗、啊。有爆吗？有，只是太小了，看不到。我低飞一下啊，低飞一下啊。哦，整个地图都在晃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个爆弹收起来。爆弹收起来。OK， 然后它有。机枪吧，我想看，这个是飞弹，一次只能发2颗，然后无导航飞弹，然后爆裂机关枪，哦，超帅的，超帅的，是不是？爆裂机关枪，乱射。OK， 看还有什么 ？OK 啊，它的基本上它就是这些功能啊，看起来是这样子。OK， 那我先飞回去，准备换另外一台飞机。等。OK， 那喜欢我这部影片呢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然后多多关注一下，好不好？
那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。